他们没想到到底是什么，苏贞昌一开口，这话喷出去，我们一起打赢这一场防疫的选战，全世界都知道他这句话就是这个，他只是想要掩藏而已，但是我今天要给他一个赞。 一个敢说实话的，我们都要给他赞。他关心的一直都是选举。当台湾百姓被。